哦，就这一棒是不是被捞到了？已经呢丢棒子啦，哇，还蛮远的 ，home run！ 哇，林祖杰在这个时候炸裂，他的近况啊，其实球评也都有提到啊，嗯，手感呢是蛮火烫的，所以你看到本季也第六轰啊，这位进入职棒算是非常资深的新秀。他不是今年新秀，但他去年选他年纪上不是非常资深，但职棒的资历呢是很资浅的林祖杰。这段时间，我想他的这个打击手感啊，是他可以说他进入职棒最好的也不为过。对，这也是休息室蛮特别的一个庆祝方式啊。今天又是单场双安，对，包括一支全垒打。乡亲啊，看完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漏接每支精彩影片哦。